昨晚新北市板桥福州桥发生一起重机疑似超速撞上警方酒驾拦检站，造成三名警员遭撞受伤送医。市长朱立伦稍早到亚东医院探视目前动完手术仍在加护病房观察的刘冠群。黄春龙朱说，刘源目前昏迷指数持续上升，状况稳定，还需观察。朱呼吁民众不管开车骑车都应注意前方状况，警方拦检时也务必注意安全。刘源今天上午开刀，术后状况稳定，需观察72小时。朱立伦傍晚5点来到亚东医院探视，有民众在医院大厅见到市长经过，张大嘴巴说不出话来，也有人喊着市长好。朱立伦探视完刘源、黄源后，也发送慰问金给已经脚步轻伤出院的张玉成。朱立伦也询问新北市警局长胡慕元昨日肇事的重机骑士状况，据了解曾姓骑士伤势不重，昨到亚东医院处理后已经返家休养。板桥警分局指出，昨晚交通分队4名警员于福州桥上往板桥方向快车道，以巡逻车及交通追设置路检点拦查机车到通行机车，执行取缔酒驾轻物。约晚间10点15分准备守岗变更执行地点时，小队长肖玉达站于巡逻车后方32公尺处，搭配警示用爆闪灯，面对来车方向警戒指挥后方来车。不料4分钟后，肖元见约100公尺外曾姓男子骑乘的重机于巡逻车车道持续前进，立即以指挥棒及警笛示警，指挥曾男回避，但曾姓骑士未变换车道，仍持续往前骑乘，直至行驶至肖元前方3至5公尺时，才发现警方站岗，紧急向右闪避。因车速极快，从发现曾元到发生事故前后不到3秒间，警方已来不及反应，肖一转头就看到重机骑士撞上后方收纳装备的3名同事。警方表示，副分队长黄春龙左脚粉碎性骨折，已紧急于凌晨开刀，目前在加护病房观察。警员刘冠群右脚粉碎性骨折，颅内出血，上午开刀后状况稳定。朱立伦到加护病房探视遭撞警员，记者蒋梦谦摄影分享。朱立伦到加护病房探视遭撞警员，记者蒋梦谦摄影分享。